Hello， 朋友们啊，有很多老姐跟我说啊，如果我拍一个超大的八爪鱼进洞啊，钻洞的视频，他就会给我点亮一颗小红心啊，今天Z也来啊，抓了一个巨大的八爪鱼，让他来钻个洞啊，如果成功进洞的话，麻烦点个红心啊，第一次见的老铁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啊，今晚11:30左右带你干海直播，记得关注我，看你老弟带你干海直播。石壁，来吧，老铁，中午好。每当大海退潮之后啊，这沙滩上的很多海鲜就用它特有的本领给它隐藏起来，就像这个象拔蚌一样，哎，一铁锹给它露出来。别想太多，这只是一个象拔蚌。有的人一进来就会给你个双击啊，有的人你跟他要他也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给个关注，老铁，看我干海直播。一对大海螺啊，看看。哎呦我的去，冒水呢，一对。老铁们，喜欢户外干海的，给小渔夫点点关注，带你们直播见海螺。这是在海边发现的两条河豚鱼，都说这个河豚鱼它的内脏有剧毒，所以大家在碰见它的时候也不要轻易去吃它。今天把它埋在这个地方，让它生于大海啊，葬于大海。另外老铁，假如你也喜欢玩手机的话，给点亮个红心，喜欢的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喽。